下面这一组呢，其实是我们这次另外他原从胆曼，台东人知道胆曼在哪里吗？胆曼乌石鼻有没有？胆曼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部落。我们今年其实在课程开始之前，我们有到那边做部落展演，然后在部落展演的同时，其实我们发现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位年轻人，他很勇敢的用母语做创作，他现在在修硕士，然后听说还刚拿了一个奖，很优秀的一位阿美族的年轻人，他的歌曲有阿美族的文化，有阿美族的海浪，而且呢，他不但自己一个人唱，他还把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带来，跟着他一起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属于阿美族的胆曼部落的好跟美，这首歌，我们请他自己自我介绍，他叫做马勒，我们掌声欢迎马勒跟他的兄弟姐妹们。哎，哎吼，塞嘎嘎马波隆，吉马沙嘎古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勒。哎，刚刚其实大哥已经帮我介绍完了呢，吼，就是。很蛮开心，就是参加这个金曲培训班，然后，在一刹那的时间把这首歌写好。那其实这首歌呢，它很正向，叫做《很好绑扎度》。好，那里面写说，依靠我们的部落，东边是海，太平洋，西边是海岸山脉山这样子。那就是我就把那种以前老人家的那个生活，就是比较正向的那个画面，给它写进去。因为过去做的歌都比较悲，所以这首歌是以。比较轻快，比较有点海浪的感觉去写这首歌。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奖，我其实今天下午去台北领那个山海文化原住民的那个文学奖，然后我报导文学，然后佳作第一。然后其实这个奖给我很多啊，真的。所以今天是以那个突然从那个作家的方式，然后变成歌者的方式，其实蛮跳痛的。而且刚在赶飞机的那个过程当中啊，就是落地的时候，刚那个轮胎，那我吓死。然后我们又重新再飞一次，盘旋回来，然后平安落地到铁花村。所以外面有一台飞机，有看到吗？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对，然后就平安落地这样子，就还蛮感动的。那我先我叫马勒，那我就从我右手边介绍这一位合音呢，是那个。徐胜祥，拉亚斯。我叫拉亚斯。好，对后你可以自己讲。对，然后是都兰部落的，然后是马勒的学弟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玉豪，那我也是马勒的学弟，我是高雄人。他是原舞者的执行长。大家好，我叫法尼斯，然后我是跟马勒一起长大的闺蜜哦。对对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布，海端香看你播，然后是马勒的同事这边是我老师啊，然后这边是那个学弟这样子。对，那还蛮开心，就是在铁花，就是跟大家用音乐分享一些过去我们跟老人家学习的故事，然后有偷偷刚刚有讲到那个论文，我有偷偷把这首歌写进去一份论文里面，在今年发表，然后就是在研究古调变成是一种创新。仿古的方式，所以里面有那种很像复音的东西存在着，就是有啦，还存在着喽。然后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。它的歌词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东边如果今天天气很好，东边有很多的雨后量的话，我们就去海边拿。那个如果那个西边的那个天气不错，那我们山上看起来很不错，那我们就去山上打个猎，拿个东西这样子。那我们的那个身心灵都很不错这样子。那这首歌的歌词大概就这样子。好。那我们就带来这首歌《很好仿扎度》。Oh.
吗？